讯联科技前三季的合并营收16亿元，年减13%，主要受到了认列汇损的影响，第三季的获利大减20%，低于市场预期。那么讯联强调，拍照应用的程式在全球市场下载人次已经突破了1200万次， PC 云端软体的销售也维持成长，预估转型效益已经逐渐的显现出来，获利还可以持续走稳。